现在的话做的这种人，就是说0.6、0.8毫米那种情况的话，我估计跟你业界没什么区别。啊，就是很小的。0.6的，因为现在已经1毫米了，我们这个是2.5毫米的0.9，如果是做的0.6的话，这个0.6如果远看的都是贴在上面的。